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刚刚我们人资部有宣达，就是说这个台风天快来了，冰箱里面的东西一定要全部都拿出来带回家，不要再放冰箱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这边拒绝很多人，要把冰箱里面的东西拿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，等一下，这是赖尿虾吧？龙虾。龙虾哦，也是你们的。这个感觉放很久了哈。我们可以看到冰箱里面很多珍奇异兽哈。龙虾，待会可能鲍鱼都有了。OK。那个五宝村的餐包你可以先吃啊。五宝村的餐包可以吃。这个真的可以吃吗？这个吃一半，我想吃一半。你想吃一半哦？对。不然我跟你分啊。一半啊，你先吃。不是你先吃，你先吃，真的。我要整理冰箱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我怕我一次吃完呢。OK， 我们让大家都陆陆续续过来拿冰箱里面的东西了。好，因为没有拿的话就会被丢掉，这句话讲出口大家就会怕了。 OK， 老冯喽，老冯在这边分享饮料。没有没有，他每天都新带了，他每天都带新的。对对对对对。 OK， 那他们就慢慢忙，我要来吃五宝村的餐包了。